主料：芹菜、鸡蛋两个。辅料：黄酒、糖、盐、水。芹菜切断起净，把鸡蛋用筷子搅拌成鸡蛋液，在烧热的锅中倒油，等油热，倒入鸡蛋液，倒入芹菜，翻炒，加一点黄酒、盐、少许的糖，翻炒，倒少量的水，盖锅烧，等烧熟后加一点鸡精，装盘。烹饪技巧：一糖可以不用加，根据个人口味；二加一点黄酒，可以使芹菜脆一点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